们知道起床就有早餐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儿吗？是什么让你坚持起来做早餐？是对我的爱吗？是因为我饿了。好吵啊你！我吵，那叫有活力，有活力。三儿狗和着玉米面，我觉得事情不太简单呢。妈，三儿狗真越来越厉害了。妈，这煎饼果子太香了，苞米面糊涂，早饭太有感觉了啊！盛点粥。是那边。今天做这玩意儿，让我想起了上大学吃早饭的那段日子。中南后湖那家煎饼果子巨好吃，拿脚皮炸着薄脆，有那味儿啊。加辣条就是好吃。上大学那会儿沉迷吃煎饼果，我乐意吃到什么地步呢？那煎饼果老板看见我就，我知道，加肠加蛋，不要香菜，是不是？这烤冷面了，我买烤冷面。完了，我变了，我开始点菜了。这面饼真实诚，太幸福了。纯路人，这就是婚后生活吗？哎呀，芥梗，太喜欢吃芥梗了。我还能再喝一碗。做张纸呗，吃油是麻花的。这个早晨过于美好，要不咱别上班去了，请假。哎，组长。